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是叶刘杰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我最爱的运动。我最爱的运动，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加入草地曲棍球队。草地曲棍球是一个非常好玩又有趣的运动，它分成户外和室内两种。天气好的时候，我们是在户外的人工草坪打球。到了冬天，下雪了，我们就在室内的体育馆打球。今年我参加的草地曲棍球队法德兰斯，因为比赛成绩优异，获得了参加全美总决赛的机会。我们到了宾州最有名的体育竞赛会场兰开斯特，参加了连续三天的比赛。这次比赛中，我们遇到了全美各地优秀的草地曲棍球队，大家互相切磋球技，也让我大开眼界。自从我参加了专业草地曲棍球队，常常旅游到不同城市比赛，这些经验丰富了我的生活。我很喜欢打草地曲棍球，因为我很享受专心打球，尤其是和我的队友们一起合作努力得分的感觉，真的是太开心了。运动可以让人身体健康，心情快乐。我很开心自己能够找到我喜欢的运动，并且一年四季都能打草地曲棍球。在这里，我鼓励大家都能够找到自己喜欢的运动，保持运动的好习惯，有个快乐健康的人生。谢谢大家。